后山上优雅时代 S1 的一姐会是谁？有可能会是河北采花小姐吗？你很专业，你内行的，你其实已经讲出答案了。其实就销售来讲，就是河北采花了哈。所以未来的 S1 一姐就是河北采花，他们就是熟女界金字塔的顶端哈，是很顶很顶的熟女哈，也是让我们很想顶顶顶的熟女哈。好的，欢迎回到今天的一转眼千秋，以他的暗黑小伙伴。上一次我们看过就是订阅破万的 Q 与 A 哈，我还是很希望就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了哈，就希望让大家能够更了解，包括这个产业，包括我这个人。你们想知道的，就是我可以讲的。我们现在马上开始 Q&A。Google 了一下 TAE 与 TRE 的区别，据说 TAE 侧重于内容和尺度较大 ，TRE 较偏向女优见面会形式。想请教，两个活动是否会对女优开出竞业条款，要求只能选一个参加？第一就是我觉得就两种，一种叫做男优啊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日本师奶、台湾师奶在追的 AV 男优，另外一个就是大尺，所谓的大尺就是大家可以摸过来、捏过去这样子，这个其实是 TAE 的一个特色哈。那 TRE 当然今天我们看到47个女优，一直讲白一点就是 AV 界的 All Star 了哈。所以现在我觉得这样蛮好的，就是形式慢慢的就是拆开来，大家各自做各自擅长的领域。据说双方现在也没有这么。就是一定要挤在同一天举办啦，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影迷来讲是一个最大的福音。那至于女优有没有竞业条款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在今年还是有的哈。想请问后山上优雅时代 S1 的一姐会是谁？有可能会是河北采花小姐吗？你很专业，你内行的，你其实已经讲出答案了。其实就销售来讲，就是河北采花了哈。所以未来的 S1 一姐就是河北采花哈。有没有女优都比较喜欢的台湾食物，或者是女优喜欢很特别的台湾食物哈？他们蛮喜欢吃麦当劳的鸡块餐哈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麦当劳的鸡块餐会附一个糖醋酱包哈，日本其实没有，日本人是蜂蜜芥末，所以他们觉得糖醋酱包实在有够赞的啦。那第二个是早餐的方面，日本人很喜欢吃蛋饼还有饭团啊，哈，这个女优基本上给他们吃这个，他们都很开心哈。然后他们对于台湾的豆奶哈，也就是我们的豆浆，也是接受程度很高。那一般在午餐的时候，大概最喜欢吃的应该就是煎饺哈，包括什么八方云集啊、四海游龙啊、六六大顺啊，他们都还蛮喜欢的。臭豆腐哈，通常啦，没有一个日本人喜欢吃臭豆腐啊。那你说最近大家很流行的台湾食物，我想应该是鳕鱼香丝了哈，因为他们看了后面说成分上有蛋白质啦，然后热量又很低，不会胖啦，所以他们就撸夹撸刷嘴哈。请问樱空桃的状况还好吗？除了摄影会以外，有举办其他的活动和影迷互动吗？他的状况只有一个不太好，就是他对于社群经营这一块没有很喜欢哈。DRE 这种活动一定会有大量的标记他的照片啊，或者是限动出现哈，但其实他发的还是很少，因为他其实并不想被社群绑架哈。除了摄影会之外，有没有其他活动？那 Forever 其实除了摄影会之外，之前也有办过就是见面会，那当时的女主角是桥本有菜哈，那其实反应还不错，那就看看樱空桃自己喜欢什么啦，她开心我们就开心。好，请问木下凛凛子跟一色桃子在 AV 界是什么咖位？他们拍片薪酬最低是多少哈？薪水的大概。差不多最低标准啦，那当然这个一不是十拿百问，他们可能还要跟经纪公司再分啦哈。不过可以告诉大家的是，他们就是熟女界金字塔的顶端哈，是很顶很顶的熟女哈，也是让我们很想顶顶顶的熟女哈。恭喜建大，请问天使盟这次来台，你这边有没有闻到有关隐退的消息？多少有点焦虑哈。个人在最后的庆功宴上有跟他稍微聊一下，他说他明年还是要来了哈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应该就代表他明年应该是不会隐退了，大家可以安安心心再看他一年了哈，没问题。OK 没问题。松坂纪实子当年为什么不拍 AV 了哈？那他们的现况如何哈？在草创时期投入这一行的人哈，后来因为经济一直成长嘛，你要知道日本有一段时间每一年的经济成长率是10%哎，那个大家口袋里面都是钱呢，拍大概固定的片子哈，比现在更多的收入哈，所以那时候的女优其实大部分时间做不长了哈，大概3年了不起了。其实所有的 AV 女优都是用化名来做，所以我也不知道她的那个现况如何哈，这个很抱歉没有办法回答你哈。有这位的消息吗？西海 Hina 哈，其实她就是一个。很正常的一个所谓的企划女优，企划女优的意思就是她没有跟片商签专属合约，所以她有一个好处是，只要其他片商有需要叫她去，她就可以马上报道哈。一个礼拜叫你工作7天，那每天工作8小时，你后面会怎么样？你后面就会变成一个软烂人，你没有办法再上班，因为你的心态已经你已经累坏了哈。另外一个就是你没有休息，你会怎么样？
你的身体就坏掉了。所以这个女优其实大部分都有这样的状况。还有第三种状况是什么？就是又要讲到我们的酒店理论啊，就是去酒店的时候听到妈妈想说，哎，这个女的第一天来，你会说啊，赶快过来。第二次去，然后发现她又走进来，你会想，哎呀，这个女的上次服务不错，来。第三次再去又看到她走进来，你就跟妈咪讲，哎，谁叫她进来的啊？在搞什么鬼啊？搞什么鬼？他们其实真正的保鲜期很短了。西海现在是慢慢的在淡出这一行哈。大家如果有在注意一些日本茶庄的消息，到时候可以看看他是不是去做外送，可以叫他过来，我们可以好好的聊一聊，做个下半程的交流哈。好，请问小田优的近况是什么？他推特最新一篇文章又是什么状况哈？其实他对于一些社群上的谣言啊，以及霸凌，其实是有一点没有办法适应的哈。就是，所以他最近一篇的文章就写说，他被很多人用谣言去说，第一个他去杜拜卖春哈，第二个就是他沉迷于牛郎哈，啊，第三个就是他私底下说很多人的坏话哈，感到非常不耐烦哈，就是他觉得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伤害啦，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不太喜欢使用社群的原因哈。那好消息是经纪人说他应该没有想要退休了哈，所以大家就反正就看片子嘛，用片子做交流也不错了哈。优雅奖Happy Birthday 哈，岸上优雅就办了他最后一场。就是身为 AV 女优的见面会，也是她的生日哈，这个恭喜她 Happy Birthday 哈。那未来的山上优雅，我想应该还是会有蛮多报道她的机会了，就是不会再去拍 A 片了哈。怎么感觉很久没有分析新友菜的片子了？没问题，新友菜是未来哈，我认为就是这一行的一姐了哈。当然她的作品我会好好分析，敬请期待哈。经过这次 TRE， 有没有女优因为工作态度问题或销售不达标而难以再合作哈？工作态度问题方面哈，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次山上优雅在河北采花，在新友菜在这三个老大姐在前面比谁都拼，没有他们红或者资历没有他们老的一些女优敢在后面怠慢吗？没有啦，我跟你讲，每一个人都是拿出120%的力量去拼哈，因为他们都想要明年继续再来啦。因为说销售不达标难以再合作，这个就比较有可能了。因为以这个 TRE 主办单位的习惯来看哈，下一个年度哈大概会换掉大概50%左右的女优了哈，所以一定有些人是因为就是销售或者是人气没有这么好。好，通常隐退的原因哈，隐退后难道只能风俗业谋生吗？毕竟可以像山上明日一样的太难哈。通常隐退的原因哈，第一个就是不想干了嘛哈，不是性爱的纪录片，它其实是一个卡这样接起来的啦。每一次的就是与男优的那个组合啦哈，组合技演都是演出啦，不是真正的人欲的交流哈。所以你知道这种事情哈，就是大家其实都是为了一份薪水了哈。那至于离开为什么常常会去风俗界呢？那是因为其实对女优来讲哈，她们大部分都是从风俗界被挖掘的啦。那这个比例有多高呢？可能75%-80%吧。那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你就把它想成是鲑鱼返乡吧哈。可以听见大聊聊采花吗？好，请去复习直播精华。荷西好像很少跟778合照，是因为778三个哈都是整个业界最顶的女优了哈。那荷西虽然是跟他们在同一个摊位了，那毕竟资历比较浅啦，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听前辈的啦哈。那前辈就是很多时候其实也不会特别通知他去干嘛，然后就是荷西如果没有注意到可能就错过了啦。希望荷西继续长大，有朝一日跟778一样就成为 AV 界的顶流哈。谢谢各位的支持，谢谢各位的订阅哈，一万订阅里程碑我们达到了，希望下次见面很快我们就会是10万、20万甚至100万。谢谢大家，我是一转春秋，拜拜。